咱家也没那条件，没见过。嗯，我以为是皮皮虾。看这个肉能不能整个拉出来？可以点。你也不行。没，我就没这命了。真的，我就没这命。别想吃，整两个都两个。那就吃冰鲜的呗。简单给我。拖不出来呢，还这肉是真嫩啊！你们看，哎，你不用蘸料啊，我得蘸，得蘸，你小看我，对对，你太看不起我了，嫂子，这衣服穿挺好看的，鲜不鲜？嗯。